这个冷的时候穿，不冷就不穿。啊、你能不穿？又上钩了。我把做了记号的纸条给了甜心，其他人都是秋衣，待会儿只要、我也不穿。老板，到你了。哎去！这个颜色多，又大又小。你怎么这么了解？这种越薄越舒服。这你都知道？哎，我一年四季都在穿，而且冷的时候还要再加两件。我有时候都不穿的。你居然……哎，一样哎。嗯。甜心，公布你的答案吧。我操，老板！我一年四季都在穿，而且冷的时候还要再加两件。我操！想玩谁是卧底，就来下载 WePlay 吧。